整辆列车卡在隧道口，动弹不得，车体零件四散，乘客惊魂未定。你有反应到它有东西砸下来吗？还是？ 我那时候在睡觉，我什么都反应不到，过来。我是坐在外面的椅子，对，靠走道，然后我有被甩到地上去。这辆从树林开往台东的408次泰鲁格列车在行经花莲核人路段时，疑似撞上边坡滑落的工程车，导致列车出轨，冲进清水隧道，其中第一二节车厢严重变形，只剩第一二节车厢露在洞口外，部分乘客从车顶逃出。里面其实车厢都变形了，那就是还是有人死在里面啊。 那还有困住的跟昏迷的，消防、警察、空勤总队出动抢救，车上包含台铁员工在内，一共491人。截至2号傍晚6点，超过50人死亡，上百人轻重伤，是台铁40年以来最惨重的伤亡事故。第一个时间就成立了一级灾害应变中心跟前进指挥所，统整所有的抢救的事务。卫福部已经启动了大量 伤病患紧急医疗救护机制，我们务必全力协助死伤者的家属。清明连假第一天就发生这起严重出轨意外，也造成两位台铁驾驶殉职。总统承诺将要求运安会彻查事故原因，给家属与社会一个交代。台新闻综合报道。